里拿着。老拍我的操作，然后先加油吗？好，然后看电机不放了，拍下电机。好，现在是锁着的吧，然后我赶紧，然后一个这个有没有问题，然后把转把捏了，然后再开机。啊，报错了，然后等个十秒。有十秒了，差不多了吧，然后松掉，然后加档，然后拍一下那个，然后结束